主料卷心菜饭盒，猪肉200克，辅料油盐酱油葱半颗，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准备所有材料，肉切丝，卷心菜切丝，葱切葱花，热油炒肉丝，葱花爆变色，加入卷心菜丝煸炒，加入盐酱油，出锅前加入醋和香油，有醋和香油口感脆，口味好。烹饪技巧，爆炒的火候要大，时间要短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